家人们，我摇了两个多小时才悟出来的，100%出片的纸醉金迷牌手技巧，你花一分钟就能全部知道了，真的有手就会，帮你在新年狠狠的美上一把。首先纸醉金迷啊，最重要就是闪，哎，就各种闪，什么闪耳环、闪项链啊，还有这个啊爆闪的曝光，就可劲给我往上造啊，造十斤，别给我省。高光扫在眉骨、眼头、鼻头、颧骨、人中、锁骨。甚至手指也可以来一点，这闪闪发光的感觉真的是美惨了。然后拍的时候就把所有灯都给关了，然后只留着哎这种小面灯在眼前就行。打开后置，曝光调到-1.7左右，打开闪光灯，然后点三个小圆圈，选择反差暖色，完事儿画面放到达1.9倍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把手机对准自己，准备边晃边拍。哎，但是啊，不要大摇大摆的晃，到时候拍的鬼迷日眼的可别怪我啊，你就小幅度的晃晃手肘就 OK 啦。然后关键的来了，把好动作，什么脸弹、嘴弹、锁骨疼啊，都可以，全都来一套。然后点开始，哎，闪光灯闪的那一秒啊，再晃，嘿，拍出来就这种既高兴又迷离的感觉。但如果啊，你拍了很多废片，哎，也不要生气，点击编辑，再点实况，挑选一张你想要的一只啊，设置为封面，这不就妥妥的变废为宝了吗？那如果啊，你实在晃不出来，手机又没有实况，那怎么办呢？简单，某图会出手，你就直接正常拍，然后选择背景拖影啊，然后数值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就行。这样一个毫不费力的纸醉金迷照就完成啦。